Hello， 即将迈入大学的你，今天回到校园和大家打了一场痛快的篮球赛，球场上的你们积极热血敢出头，我很受鼓舞。生活就像一场篮球赛，需要把握每一次上场的机会，去拼搏，去快人一步，去大胆展现自己。正如我想被更多人看见，从配角到主演我做到了，所以希望你们在你们的黄金时代不要犹豫，敢出头才会有好开头，敢表现才能让梦想实现。加油，尽管争先，尽管拼搏，尽管迈步，尽管出头，尽管试，现在就是最好的行动时刻，不负青春就是最好的青春，让我们一起拥抱淋漓尽致的人生吧，理想生活尽管试。